啊，我赢了啊！你要输喽！月亮之力，全部打。小心！还有一个去白给，可能太烫了吧？干你娘嘞！紧加一个十，操！我操，好猛！我以分身之术完了！啊！啊！好猛！以分身之术哎！非常稳！装包，装包，装包，装包！装装装装装！还有一个 A 的，你加你加你要干！你要给我放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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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不要加！干嘛？是谁在装包啊？是谁的装包？装包就装包，还要放开？是我装的、啊。那是谁？吴一年，你干嘛放开？我没有放开，我没有放开。不然是谁？到底是谁啊？讲话妈的，自我介绍一下行不行啊？我装的。你是谁？我是吴一年。那你为什么要放开？你有放开啊？没放开。干你娘！我去掉 VOD， 如果你有两只 VOD， 干你！如果你有两只装包生怎么办？爆颗闪！啊！我完了，我完了，我账号又不见了。完了！完了！跳 game 了！完了，他跳 game 了！哎、欸！被尸体挡住了，好猛！这个尸体，这尸体是鬼吧？两个香蕉，两个香蕉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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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躲起来躲起来，他是大哥，躲起来躲起来，哎，躲起来！哈哈，对面真的有1400吗？我也没打几只啊，对面真的有1400吗？还是真没有老板代打？干你娘妈嘞！有啊，对面有1400啊。往家里往家里退。Now. Hello, motherfucker. 啊！谁高一个？你要去开工作坊，对，随便一个工作坊开起来都能练。最简单就是 M bot。不会压枪，我们就压。这个，用这个啊，这个什么 Recall Master， 先打这一个、啊，先练完这个，再去练刚刚那个啊，好不好？你就准心的对着这个绿点就对了，先大概知道一下这把枪要怎么压，只要知道前十发怎么压吧。我模仿一下你们打人啊，你们都是这样，子弹永远在人的头上，你要压就压在人的头上。对不？要压在人家的头啊，不是压在他的头上啊。你看到你子弹射出去的光，对不对？子弹射出去有光啊，你看那个光，假如那个光在人的头上，就往下面压一点，对不对？就往下面压一点嘛。对，每次都在这里，啊，都在头上，你就往下一点。一天压个5次之后，大概知道那个弹道是怎么压的时候，就可以去打 M 霸者了。打完之后再去打，再打一次，你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。
我记得大菠萝他们不是前几把不稳而已吗？后面都超稳的啊。